负离子在医学界被称为空气维生素，主宰着人体的健康。透过呼吸，空气中的离子会被我们吸入体内，负离子对体内代谢有着一定的影响。人每天需要约131个负离子，而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提供约1到21个负离子。当吸入的正离子量多于负离子，就会改变人体正常定位，破坏自律神经平衡。负离子具镇静及活化作用，能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，活跃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达到消除疲劳、改善睡眠效果，并可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，提升养分在血液中的传递，借此增强免疫力及抵抗力。负离子可同时增加血管弹性，净化血液，降低血糖、血钾含量及胆固醇，可稳定血压，有效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疾病。卓越高浓度负离子可活络淋巴循环，加速基础代谢，具舒压排毒之养生功效，具有增强免疫、预防失眠、活化细胞、净化血液、平衡自律神经五大。